嗨，大家好，我是阿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周杰伦最新的歌曲《错过的烟火》。好，接下来阿春会跟大家分享一种扫弦，一种最简单的轻摇滚扫弦，来弹奏这首歌曲。这堂课非常适合初学者学，因为这首歌的那个和弦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弹四个和弦，所以也就是说，只要你把那几个和弦学起来，把这个轻摇滚的扫弦学起来就可以了。好，这首歌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轻摇滚的曲风的歌曲，周杰伦有蛮多这样的歌曲的。这堂课以示范为主，简单的讲解会在视频后方。如果你是吉他新手的话，想要自学吉他的话，可以参考阿春的免费入门吉他教学，在播放单里面就能找得到。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更有系统和进阶的学习方式，可以考虑加入阿春的会员频道，只要两杯星巴克的价钱就可以加入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会员视频。比如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轻摇滚的扫弦，在会员视频里面还有很多首歌曲也是用这同样的方式弹奏的。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的学习这个轻摇滚的扫弦，可以加入阿春的会员频道，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歌曲和视频。好，今天弹奏的这个是周杰伦的原版，原调是 G minor 小调，也就是 B flat 大调，所以我会用变调夹夹着第三格来弹 E minor。好，我们开始吧。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首歌基本上都是一直在弹四个和弦罢了，也就是 E-7 CR9 G 还有 D 和弦。所以大家也看到整首歌其实我只是用一个简单的轻摇滚的扫弦方式来弹奏，所以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学起来。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简单的轻摇滚扫弦。好，大家可以先把左手闷音，然后先把这个扫弦学起来，我为大家示范一次 3 and 4 and。所以非常直接，我为大家放慢了来弹奏 3 and 4 and。 好，这个和弦特别的地方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箭头是短的，也就是说前面两下是弹你的 bass 弦，也就是上面三条弦比较粗的三条低音弦，所以一开始前面两下是弹上面的，过后大家可以看到是大多数是在弹下面的，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那个 EN 的那个 N 那个部分也是弹上面的，所以大家也要弹上面。所以如果一时抓不到的话，可以重复看这个视频一直到你抓到为止，如果还是抓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再分解它。现在我们就来分解，也就是说先弹学会前半部再学后半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半部的拍子 3 and 4 and， 这个是前半部 3 and 4 and 3 and 4 and。 至于后半部大家可以这样练 3 and 4 and 3 and 4 and， 上下下下上，上下下下上，再把它拼凑起来 3 and 4 and。同样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可以重复看这个视频直到你学会为止。好，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和弦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D 和弦。这个和弦只有四条弦而已，也就是说上面两条是不弹的，所以在这样的和弦情况下，你要怎么去分它的上和下半，上半部和下半部。其实我会这样分，就是那个扫弦手法叫你弹上面的话，你就弹中间两条罢了，也就是 D 的上面，也就是第三和第四弦，也就是前面两下弹上中间两条罢了，三和四弦。当他叫你弹下面的时候，你就弹全部四条弦。为什么我们不要两条两条？两条两条的话会听起来太弱了那个声音，所以我们会两条四条两条四条。所以他叫你弹上面的时候，你就弹三和四；叫你弹下面的时候，你就弹四条。所以他听起来是。所以我们不会去分两条两条，我们是弹两条四条两条四条，三弦四弦，还有一二三四弦，这样听起来才会比较好听一点。好，所以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特殊的部分，只要把那个和弦学起来，再把那个轻摇滚扫弦的手法学起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学习同样的轻摇滚扫弦更多歌曲的话，可以考虑加入阿春的会员频道。好，今天的分享就这么多，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下次见，拜拜。